日前，关晓彤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运动自拍。当天，关晓彤穿着运动装，举着羽毛球拍，看起来应该是刚刚结束一波运动。从照片来看，关晓彤的运动量应该非常大，白嫩皮肤还泛着粉红色，头发也乱糟糟的夹杂着汗水糊在脸上，看起来比较凌乱。细心的网友发现，关晓彤打球地点的环境很熟悉。关晓彤早前曾陪鹿晗在这里打篮球，如今关晓彤再次来这里运动，陪他打羽毛球的会不会就是鹿晗？巧的是，鹿晗也在另一社交平台分享了日常，他晒出自己的短发照，只见鹿晗坐在车的后排。鹿晗所晒车窗外的风景跟关晓彤晒的风景照很像，两人目前也都在北京，加上关晓彤所在的运动场地也是两人约会的老地方，粉丝猜测两人是一起打球去了。鹿晗这照片也是女友视角啦，真帅气也真甜。喜欢就订阅呗。